我们家刚好中午炒的菌子，我们在吃菌，突然头一晕，我说可能是菌子中毒，我就赶紧把菌子全部给它倒掉，全部倒掉。等到我倒掉，我们一家人在那吐。原来看看现在是地震。我们业主群里面的一个邻居发了这个视频，我就觉得特别搞笑，就是晕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种像中毒的感觉，我自己也感觉是不是我眩晕了还是怎么的，可能他们家正在吃菌子，就误以为是菌子中毒，这种情况可能只会发生在云南吧。虽然就是那个地震的地方离我们挺远的，但是我们楼层比较高，震感还是比较明显，灯都在摇晃起来。